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我是主持人安娜黎，让各位玩家期待好久的超大作《霹雳神州 Online》终于要在1月16号开放申请账号喽！大家想看看耳熟能详的霹雳人物到底会以什么样全新的风貌带给大家冲击呢？那就亲自玩看看就知道喽！霹雳的世界，瓦力来处理，我们一起来当英雄吧！在广大的霹雳迷与玩家殷切期盼下，由智乐堂与大霹雳国际联手开发的超强大作《霹雳神州 Online》将在1月16日开放玩家申请账号，号召所有的玩家一起来《霹雳神州 Online》做英雄。《霹雳神州 Online》是以霹雳布袋戏中最受玩家欢迎的神州三部曲为主轴，大家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不管是清香白莲素环真、百世金轮一夜书、书楼龙秀、剑子仙姬、佛剑分说等等霹雳英雄，以全 3D 的方式展现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另外，霹雳剧集中的故事场景，像是琉璃仙境、万里狂沙、异度魔界等等，也都有更开阔的空间感，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视觉震撼。现在霹雳神州 Online 即将震撼登场，除了广招英雄好汉，热血封测，而游戏产包也即将全面上市，当然丰富好康也强力大放送，霹雳的世界换你来处理，一起来孝敬英雄吧。霹雳神州 Online 1月16日来注册，上霹雳公仔，打你来做英雄。